到一个试吃。哇！啊，我是玉玉，今天呢来到仁川，一个就是其实我算是蛮少来的地方，然后今天是与朋友们一起来这边探险。好像是我们三个第一次出来旅游，然后所以其实我本人蛮兴奋的，然后因为有小胖在，所以好像可以吃很多东西，我非常的开心。第一站来到神奇市场，刚刚去换了一个这个好像是这边蛮特色的一个铜钱吧，就是韩国有一些传统市场，他们其实都是可以换这个传统的铜钱，然后当代币来使用，然后这一个铜钱是500块韩币，两个就是1000块，然后所以我手上现在有这边应该是5000块。这个铜钱啊有贴这个标示的，就表示可以用。现在一大早我真的觉得好饿哦。要吃吗？要吃吗？站台通知，我现在只剩下1000块，2个硬币。我就买了个皮卡丘，还有缩斗，什么意思？皮卡丘 ，Oh my god！ 感觉你男友会很爱。对啊，我现在就吃我男友。啊，皮卡丘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？你怎么在开谎称啊？我没有，不要哄没有我。啊，おいしい。マスソマスソ。おいしい。好脆哦。嗯。而且我觉得阿伦来试吃。好吃吗？不会辣，好好吃哦。它那个是甜辣甜辣的。有脆吗？有脆吗？有，我个人觉得传统市场的猪脚真的可以吃一下，好好吃的感觉。小菜天国，每个都看起来好好吃，我现在很想吃这个。我们要不要再吃一个东东？好啊，我现在还是有点饿，下一个要吃什么呢？吃什么呢？刚中是的，决定要来吃神奇市场有名的开国素，还有馒头骨。耶 ，Let's go！ 现在体感是-3，目前就是又冷又热，哎，非常的热。我们刚刚有看到拔地瓜吗？走，而且可以这样看，很开心。我要开吃了。到底要吃多少东西？没有要停哎，这趟旅程。对啊，我不才刚吃饱吗？不是啊，吃市场不就是这样玩吗？甜点，当然吃饱饭立刻被逼迫要吃鲷鱼烧，而且还是奶油口味的，它不是红豆，是奶油。看我没有蓝色，其实我不是不想吃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很饱，为什么要一直吃？然后两个弟弟就说：“乡巴佬没来过市场吗？来市场就是要一直吃。”有点好吃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好吃哎、欸，它外酥内软，这样好好吃啊，嗯，因为它奶油也好吃，好好吃啊、嗯，不喜欢红豆的可以来吃奶茶，嗯，传统市场就是长这个样子，耶、yeah, ，得到一个试吃，姐姐说那是草莓的，我这好像是带你橘子味吗？带你，不是啊。下一个要吃什么？我已经默默接受要一直吃的这件事情了。他们说要吃塔钢种，是一个在传统市场都会出现的东西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应该就是传统市场调味炸鸡。Yes， 挑战成功。拿来买塔钢种。这个蒜还有九层塔，开吃。还是好吃，它满满的香料的。嗯。有点久了，蒜味。我真的吃饱了，我不能再吃了。你们应该没有要再吃东西了吧？不要。休战。咖啡时间，刚好遇到圣诞季节，来了这家店，感觉一定就很漂亮。Go go！ 这边真的太壮观了，惊人。草莓的东东，毕竟草莓季要到了。奶油腻吗？嗯。哎、欸，它奶油是好吃的。有人只吃草莓啦。被发现了。这是最瘦的部分。
怎么会那么瘦？怎么会那么瘦？要散开了啦！它肉很好吃哎。对啊。嗯。拍你个很丑的样子。好吃。吃饱喝足，现在要去下一个地方。快上车！上车！快上车！呐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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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在松岛的公园，这边好适合家里的人，就是大家一起出游。不是，这公园好大哦，在松岛这个河还可以搭船。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月亮？好可爱哦！来到了松岛的大地标，本人叫它松岛地。是不是真的很像东大门那个 DDP 广场，就很现代很可爱的一个建筑，喜欢。大拍美照的景点在这边公开给大家，跟大家说在那个入口的前面，大概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在这边拍照超级美。噔噔噔噔，仁川站有什么呢？对面就是中国站。刚好人好少，所以就是可以 happy 的逛一下。听说那个是必吃的炸酱面，老牌和春，对，共和春，哒啷哒啷，三家大饭店排排站。哎，这边很漂亮耶！哇，过年来会很漂亮，好像很好吃，真是太冷了。小笼包，你好。立刻开吃，很好吃。再吃个叉饺。刚说饱的那个人，现在大吃起来。好好吃哦！继续吃。来，小胖，到底多好吃？我跟你讲，我。因为我真的太想台湾味了，然后就是最接近台湾胡椒面的味道。嗯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在韩国这么久的不要哭了。你们看到这个什么什么、啊、胡椒饼？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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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台湾中华街走到一个尽头的话，就会发现，哇哦，日本街也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小胖的才艺表演是不是？伊勒玛西玛，伊勒玛西玛，整个跟刚刚那个大红大紫的感觉不太一样哎。推荐大家来仁川，可以往后面一点的中华街走，然后你就会突然遇到一个日本小巷子，好可爱！开灯了，整个巨美。哦哦，本来想去的，去不到。只好下次再来了。偷看一下里面。哎，阿伦，好啦，今天的仁川一日游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下次还想要看我去哪里玩，有人告诉我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要吃？你吃什么？我吃奶油起司。你要吃？我每次来就会一定要吃车轮饼跟那个胡椒饼，一定要吃这两家，我才可以回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我现在可以慢慢走回去了。